好呢。不义哦，你有所不知，竟然天下之事不义不义，出在咱大宋后期哦，竟然一条出有两边，出条不有水啦。哦吼！错的是真，不错啊。既然如此，凤梨是我叫齐生。当年面貌半年代，你不用担心。主的无干意思，你先退中去吧。遵命啊！方才洪师傅所言，到底是真是假？花脸大胆到无枪红心里见鬼不休。洪里你回来了。是心里打扮白身出京远游，带花转京城，沿过花转后宫了后，变成一条两天柱。万不休为心里做主啊！原来事情就是如此。当年不求，记得你有向我请啊！你出龙城里去暗访民情，你放心，我有定年为你做打算。是，何人大胆？不求前朝，不求华水皇帝太平年间，金元宝年无事可办，叫不求亲事往外离去，如今回来变成鬼无叫。希望母亲哦为我做主啊！你是我红娘，你也是打扮白身出门的哦。你这是真，真的是真，真的是假呀！哎呀呀，坏了坏了，方才红媳妇跪求你啦，坏呀个半死半死，哪有可能面貌相同，所以认不来？多年无错，一时间混混，连我难分真假。是是是，事关重大。认错这把刀，刚大乱，谁要给我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哦，你是？哎呀，我是单通啊。你是乱讲单通，我问你，你这边挂一张符来？哎呀，你个梦见大，当年你在郑州时候，你对我呢？像个包大人，一直在讲话。来啦，要接啦，要接啦，你接啦。乡亲在门前咯，互相良心大义，在当今的所在，互我的政府担任为做阿父，阿父哈大笑你望，我才进阮政府的职位。你的职务就是担任，没错。所以无差无错，来来来，达通，你用香烟随在互相的身躯边，那依你看来，多一位就是真正的天主嘞。哎呦，阮两个就是真的，恁两个是假啦。恁寸步不离，他是真的。旁边他是假，太有了有你嘞！你是我这是单通，你是单通，你官职是怎无依赖？他不留恋王妃大梦，当初是受天干人祸害，你就是得受。